漂亮小姐，帅哥请过来，来到这边先看一下方寸。好，
这是犹太背景黄色的，就是犹太哈。来，零点五的，你们要到零点六就是这个价钱。零点五三，四百六的，二四八可以接受吗？不要不要杀。1.03, 1.73, 1.74, 1.95, 1.95可以接受吗？3459，这个叫梦幻石雕，3000多，对，一公斤1700，好了，拿走开，没关系，好，不要这么说，啊，这 OK 哈 ，OK 哈，一点二用吹较好食，你要用真的哦，用真的把它吐丝。北京0.35的在这里啊。这叫做澳门哈，野肉跟野生的黄鱼是同等级的哈、哦。咱家是在当地前后较抓会到这个，无咱家抓袂到。0.45，680的，309可以接受吗？好、哦，我们要杀吗？啊，我杀。3.8，那杀的工钱就是30块。来，帅哥，来，帅哥帅弟来，这个0.47是人体的重量。龙九斤啦，2050。要不要杀？啊，不用。送给你。来，帅哥，负的0.47是篮子的重量，一样，我们啊，这个是黑毛。秋哥啊，秋哥也把它定心啊。好，我们是一点开用吹。用这个买单的，嘿。谢谢啦。先让小姐请过来，来到这边先看磅秤，负的0.47是篮子的重量。好，大哥，你这个叫石雕，要不要杀？梦幻石雕，用清蒸的。这叫做瓦哦，啊！760，这我们用吹。公斤，我们这里算公斤哦，要看大小，不是全部都760。大小不一样，真的啊。
肉了。我不知道了，修哥据说这两天人家说是有的虾蟹的香味。来，谁的？下来叫你帅哥，记得你一点是鸡，还是方亮？这个叫北八嘎，哦。我刚刚到位的是跨八嘎。就记得比较一要不要杀？一点六四，一千七，二七八八，可以接受吗？梦幻石雕。可以。可以。可以啊。你看谁？二七八八。二七八八可以接受。可以。可以。准备被骂了啊！你有在群组吗？社群吗？我就是用这个生鱼片的，对啊，简简不多的，简简的，全家吃真的超好吃的，是啊，真的超好吃的，真的很好吃，它的胶质很厚，对，然后那个怎么讲，它真的是带有带劲的，流口水，不会用啊，清蒸就很好，清蒸就很好吃的，清蒸真的就很好，还有吗？这个叫黑毛啊、哦，黑毛的话我比较啰嗦。黑毛的话，在我们西安就只有在冬至的前十天、后十天乌鱼起的时候才抓到这个。黑毛它是乌鱼的先锋部队，就好像当兵的海军陆战队，你一米以前抓到这个，就是表示乌鱼在后面，知道吗？哎。好，谢谢，来过来，负的零点四七是人体重量，这个叫好把青餐厅的话都叫做富贵鱼，用清蒸的啊、哦。我不认识他，不认识他，吃了你就知道了，哎、嗯。来送给你。3.7加30，谢谢。来，漂亮小姐，负的0.47。死掉竟然才2000多，大家都吓到了。转班喽，转到。来，这个送给你。要不要杀？原石雕不少。来，帅哥，负的0.47是两斤的重量。石雕，你要不要杀？这个也是小只的啊，这个用清蒸的啊。0.64的，这样就是这个啊，没有带那个啊。是油袋子。是的，嗯，0.64530的339可以接受吗？那个
好，来，要看一下。4.3 4.2哇，咱们是最主要的，谁的？蛋糕请过来。0.78要到0.8这个价钱。好，好，好。0.78买单的413可以啊。是的，来，过去。你问小姐好不好？哎，是他哈。过去你问一下。